哎，阿奇啊，去，到底下给我打部的士车，打到了之后的话呢，给我打个电话上来通知我一下啊。阿牛哥啊，而家上落班时间打的咧好艰难噶噃。对了，不难打，我让你打干嘛呀？快去快去快去！嚟呀，老细叫到啊，嚟到阿子阿座嘅。多事啊你！咁啦，牛哥，咁我一打到咧，我就俾电话你啦吓。咁你好喳喳声落嚟啦喎，吓，费事的士佬咦我啊。喂，牛哥啊，你无车做咩啫？啊，唔揸车啊，反而打车嘅。哎，别提了，我那宝贝儿子不是刚领了个驾照吗？把我车借去，说要见习见习。这一见习不要紧，拿去他就不还给我了。没办法，我只好打的了。是啊，广州自从禁摩之后啊，这个的士车确确实实非常难打，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时期。你说我总不能把时间全部浪费在马路上，是不是？没错没错，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嘛，啊，你横掂过你公司最得闲嘅就系嗰条友仔。喂，唐小姐，我哋都唔见得你好忙啫，你都喺度搞紧电灯胆啫嘛。计我话咧。啊，輪流制啊！聽日咧就輪到唐小姐去幫下牛哥打車，後日就輪到你，大後日輪到你，再大後日循環。你話係就係嘅啦，究竟你係老細定牛哥係老細先？係啊！阿虎說的有道理啊，咱們就輪流幫忙啊！拜託，冇客氣，呢啲我哋應份嘅。嗱，講明啊，我唔幫手嘅嚇。喂，呢度。搞错啊！架架车都有人嘅，边有空的啫？唉，咪啦，行前啲打游击先至啦。什么？我这人还没下楼了，已经跳到十块钱了。这冇计啊，牛哥，真系周围都截唔到的士，我行到好鬼死远先截到噶咋？系啊，咁行到翻嚟咪已经跳咗几蚊标啦。你快啲落嚟啊，等你啊，吓，哦。阿廖哥啊，你哋啲菜啊齐晒噶啦，两父子啊慢慢撑台脚啊，想要咩即管嗌我坐嗰度啫。谢谢，唔该你，唔该你。哎呀，宝贝儿子啊，刚才跟你讲了那么多了，现在考虑的怎么样啊？啊，爸，你宝贝儿子现在真的很需要那部车啊。你需要，你老爸就不需要了啊。爸，你想想，我上班没几天，也没钱买车。然后单位还那么远，每天四号线换三号线，三号线换二号线，二号换。行，你别给我换那么多啊！你就是给我打开窗户说亮话，我这部车你是还还是不还？那当然我是不想还。什么？哎不，那爸你想想，你上班这么近，打的都不用跳表，对不对？那你儿子现在真的很需要这部车。哎，这样，从今天开始。这部车所有费用我包了，这顿饭我也包了，你全包了啊？对，哎，爸，来喝酒，你别来这套啊！那么说，我把车给你，我上下班我打的士车，那么打的士车的费用是不是你也包了？哎呀，爸，打的士这么奢侈，要不这样，我给你赞助一部单车，你想想，你每天骑单车上班，又环保又健康，完了你那个啤酒肚。一个月以后，嗖没了。哦，啊，让我骑单车上班啊？对，一方面骑单车环保，对；另一方面锻炼身体，对。啤酒肚我们刷就没了，对，没错。爸，来喝酒。哎，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会骑它。还真行，哎呦，好喽！行了 ，OK 了，谢谢。什么？又一宗单车因横穿马路造成的交通事故？哎呀，你说这也难怪。现在广州有几条路上有非机动车道？爸，哎呀，来了！我钥匙落这儿了。啊，哎，你看看啊，又一宗单车的交通事故。哎呀，太危险，太危险！爸，这就是命。你想想，美国的宇航飞机还会，哇，炸掉呢，你怕个啥嘛？
我怕什么？我告诉你儿子，嗯，现在马路上车多人多，再加上你爸爸岁数也大了，车技不如以前了，现在在马路上骑单车呀，我还真有点毛骨悚然的。爸，嗯，你怕死啊？废话，谁不怕死啊？爸，你想想，你是公司老总吧？以后上班你就叫你的员工们把你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把你给围起来，那不就成了吗？哎，你别说，这倒是个办法啊！就这么定了，可以考虑，可以，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你搞什么还一样？哎呀，主任，主任，主任，现在咱们开个会啊！我现在宣布一件事情，啊。唔使我哋轮流同你打的咧。说的没错，不过不够全面啊。同志们，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决定。哎呀，那很够啊！比咱们还要好。为了提高咱们全体员工的身体素质，以便应付更加繁重的工作，我决定在咱们公司这个范围内啊，进行一次全民的健身的活动。当然了，牛吃草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喂，牛哥啊，你有咩具体计划啫？系咪即系日日咧带我哋去羽毛球场操翻两粒钟咁啊？啊，系啦，牛哥啊，不如你赞助我哋练瑜伽啦，好嘛？而家好平咋，先几廿蚊一个钟。到时我哋练到 fit 啲啊，做起身嘢都精神啲噶嘛。咩？计我话咧，我哋啲女仔咧最好都系跳形体舞啊，咁保持啲靓靓身材咯，同客人倾偈啊，信心都零舍唔同啲啊嘛，系咪？如果妇人之见，计我话咧最好就碌拎噶啦，啊，不受季节限制，老少咸宜，最多牛哥发张会员卡过我哋去咪 OK 咯。落班先去。你们讲完了没有？啊？你们说的那些个什么瑜伽什么瞎瞎的，这我不管，那是业余时间的事儿，你们自己掏腰包去啊！我说的是，咱们利用上下班的途中时间进行身体锻炼，明白了吗？行了。喂，我哥，你不是谂住要我哋跑马拉松咁嚟翻工啊嘛？啊，你的悟性算是高的啊，不过不是马拉松，我们是骑单车上下班啊。唔系啩，骑住咁嘅瘦马咁都叫锻炼咩？唔系就系咯，我已经好耐冇踩过单车噶咯，而家马路上人又多车又多，又冇单车专用道，咁样踩法好牙烟噶。瞧瞧你们，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你们出过国吗？啊？现在很多的，尤其是西方的一些个发达国家，人家现在讲究不是开车，是骑着单车上下班，是吧？你看现在很多地方。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太高了，尤其是那个汽车的这个排放的尾气太多，所以说给人身体造成不适，是吧？很多疾病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嘛。所以你看看，我们骑着单车上下班，既环保了，而且又锻炼身体了，那么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哎呀 ，no problem，no problem 哈！横掂而家禁摩之后咧，有好多人都踩单车上班噶啦嘛。嗱，既然牛哥有咁嘅建议咧，我绝对冇问题。你冇问题，我冇问题，奉陪就系啦。诶，对啦，你们听着啊，一呢可以锻炼身体，二呢又免去了什么挤车塞车之苦，这第三呢又能省下一大笔的交通费，这叫。一石三鸟啊啊！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从下个礼拜一上午8:30，你们呢都来到我家楼下，咱们集体上班啊啊！去你度上班啊？系啊，咱们集哎，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团队精神嘛啊！唉，我冇乜前七啊，都唔知放咗几耐噶啦，琴晚执一执先可以攞出嚟洗嘅啫。你部咪算好睇啲啊！你睇我，我呢部系我大佬以前买送噶。佢除咗冷钟唔响咧，就度度都响啊！喂，你哋阵间要保护我啊！吓，我只车嘅麻麻地噶，系啦。总之你啲男士咧做我哋啲护花使者系啱噶啦。即系唔系我话啊，唐小姐，一日最衰都系你啦，系嘛？好地地啊，擦鞋擦得咁尽，搞到我哋要陪老细一齐癫。喂！人哋老细嚟噶，啊咁多口水，系咪想落岗啊？想落岗出声啊？各位好啊！
上路。啊，哎，对对对，我告诉你们啊，这个一会儿上路的时候啊，你们二位在我前头，你们三个女同志啊，在我后头，听见没有？听见了。还盯，嗨，我这个角度是一观察你们到底骑着单车的姿势正确与否啊，我随时给你们做出调整啊，啊，明白了吗？走吧，走走走。OK OK。你话点啊？系啊系啊系啊。骑得那么快好不好？我多大岁数，我跟得上你吗？哦，我明啦。原来牛哥咧就唔系叫我哋去锻炼身体嘅，而系做佢护卫队，系咪啊？说什么呢？说，还不快走？啊，行啊，走走走。小心啊，牛哥啊，小心啊！牛哥，沈栋楼下面都没有地方停自行车，哎呀，没有是吧？啊，怎么办？先停这儿吧。啊，哎，老婆。前后左右我都查匀晒啦，冇地方停单车嘅，点算咧？牛哥啊，我揾到九条街啊，居然冇地方停单车嘅，点算？难道大街上那些个单车都扛上楼上去吗？我就不信了，这个牛哥，睇嚟都系湿滞，没找到是不是？啊，行行，什么别说了，咱们干脆啊，把单车都扛楼上去算了啊！走走走，好啦好啦好。哎，唔好意思，单车系唔可以停放喺入边噶。哎呀，我们四处找停车的地方，把所有的地方都跑遍了，就是没有停放单车的地方。难道说我们把自己的单车停到我们办公室里都不行吗？唔好意思，阿生，呢啲系大厦管理处嘅规定嚟嘅，我都系照规矩办事嘅啫。因为咁咧，你哋过去小车车库嗰度睇下有冇位放啦。好，那我们看看去。好。啊，请问五个位有咩事咁嘅吓？师傅，这儿能存放单车吗？你喺度做保安间车啊？系啊，系咯，即系我哋咧就喺呢栋大厦度办公嘅，咁啊周围咧都搵唔到啊保管单车嘅地方，咁嗰个保安咧就嗌我过嚟呢度。就算我肯俾佢放啊，个抗计用流高啊，你谂下啦，我哋一个小车位月租$400，一个车位最高放4部单车，每部单车$100，好重皮噶喎。$100，哇，断肠啊！我哋楼下嗰个保管站咧，保管单车一个月都系$30啫喎。哇，咁真系好冇所谓喎，啊，情愿去搭地铁好过啊。那还说什么呢？那上楼去吧，好吧。哎呀，老细，唔系话我专登为难你啊，我都话咗呢啲系大厦管理处嘅规定嚟噶咯。哎呀，那不是小伙子，规定是死的，人可是活的呀。来了，我们找遍了地方，就是没停车的地方啊！你看，就因为这点小事，我们全耽误工作了。知唔系咧？嗱，我哋约咗几个重要客户咧倾生意啊嘛，咁搞法咁样过晒秒噶嘛，系咪先？仲有啦，保安哥哥，我哋点解要踩单车翻工啫？无非都系为咗环保啫嘛！你咁大间大厦，咁大个花园，你冇一个地方停单车噶喎？你如果上班一族，个个都系有车阶级嚟嘅咩？行啦行啦行啦，唔好话再说了，人家保安哥哥会考虑的啊。怎么样？咁啊，好啦，不过你哋小心啲，千祈唔好刮花部电梯。梗系啦，你放心啦。你同阿成啊。好，谢谢。系，等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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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牛哥仲入唔入得？哎呀，看来只能上这一辆了。那我先上去了。行啦行啦，咁你小心啦啊。哎呦，不好意思。唔该唔该，借名借名。哇，你哋即系种族歧视啫！我最尾上电梯，我部车残啲，咁啊依家位都冇啊！啊，啊牛哥，牛哥，我哋啲单车就咁全部放晒喺度啊，好易伤噶喎。系咯，阻住晒，用乜嘢勾烂啲衫裤啊？嗯，系咯，最衰个地下停车场收费又咁贵啦，如果唔系摆得度咪几好？诶，这样吧，咱们找个合适的地方，看看哪儿能放。咱就把它放哪儿算了，大家找找地方啊，动手吧！来来来来来，把这花搬走。包住我！哎呀，哎呀，哎，好重啊，重啊，多少多少！来来来，哎，你帮我晒喺嗰度啊！啊，有了，来来来来来来，嗯，哎呀，这还过不去。来来，贴上，嗯，对，
歪了。嗯，行行行。啊，大家早。哎，等等，老哥。哇，怎么都这模样啊？是准备抢银行去，还是准备参加防化演习啊？牛哥，我哋几个咧唔系特登扮酷噶，你知啦，呢几日出边风大啊嘛，戴住顶帽咧又唔使吹乱个发型之余咧，又唔使慢慢洗头喎，几好噶。牛哥啊，其实我也不是想博出位，我想保护我的皮肤而已。阿杰，你说你什么样子？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佐罗的？哦，牛哥，我呢套防护装咧。防尘、防晒、防污染，绝对唔系净系攞嚟扮嘢咁简单嘅。我系谂住我夸张啊，冇谂到个个都咁夸张，尤其系唐小姐，你睇下。咁有乜计喎？踩咗几日单车咧，闻咗几日废气，哇！我唔单止觉得个喉咙唔舒服啊，个鼻又唔舒服，乸心乸肺咁，冇计啦。行啦，行啦，你们不用解释了啊。今天上午呢，有个客户约我喝早茶，我就不和你们一块回去了。等我喝完早茶之后，我再回去啊！就这么定了。喂喂喂喂，早啲讲啊嘛！到我们到老哥来，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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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徐总，你什么时候来的？何总，我嚟咗好耐噶啦，是不是啊？啊，呢份合约咧，我翻去斟酌咗一下，应该冇乜问题嘅。啊，好好好，哎，这样吧，咱们上楼上，咱们坐一会儿。一会儿晚上咱们一块吃饭，你看怎么样？唔使咁客气，我咧做啲事。啊，系啦，牛哥，你啲员工上班个个着到好似去旅游咁嘅。这怎么说呢？这个，当然了，什么事都不能太随便了。这个，多谢您，提点啊，好不好？我做啲事，我走先啦。哎，好，哎，再见，哎，拜拜，啊。你们看看啊，公司的形象全让你们给破坏了。喂，牛哥，呢样嘢冇办法噶喎。嗱，我哋西装骨骨踩住单车，真系唔知成何体统啊！系啊，牛哥啊，我都想像以前那样子穿住套裙上班，多好看啊！可惜现在踩的自行车，你说要不小心的话，可能会走光的喎。哎呀哎呀，你们穿着休闲服上班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你们到公司里，哎，可以把服装再换一下嘛。唔系啊，牛哥，你见啦，出边单车都占到唔少地方啦。咁我哋仲有边个地方我换衫咧？系咪先？哎呀，没这么复杂，就在我这屋换。啊，喺经理室度换衫啊，好事啊！行了，就这么定了。你好，早晨。早晨。喂，哎，得啦。啊，搞掂啦，唐小姐，到你啦。好，牛哥，你赶住要嗰份快递啊！阿杰啊，牛哥喺呢度啊！啊，你个衰仔啊，扮盲食阿唐小姐鸡髀啊！好在我时运高，你咩都睇唔到。喂，摆明我系唔想及佢噶啦，误会嚟嘅啫呢个。哇，你又想啦，误会，你睇下。更衣室啊，该当何罪？我说阿奇啊，如果滕小姐这回告你性骚扰的话，我可保不了你啊！啊，众怒难平啊！系咁意咧，请我哋大家入翻山劲嘅，咁啊算数哦。你班咁啊死嘢，使唔使玩到咁尽啊？而家啊，你作死，你明知我喺入边噶嘛？你搏边份啊？睇唔到。小姐，唐小姐，算啦算啦，其实我哋咧都闹到佢咧就头耷耷、眼湿湿啊，就见钱都唔识执噶啦。系啊。你行你先吓，佢应承咗咧，今日中午请我嚟翻山劲嘅算数噶，你原谅佢啦，原谅佢啦。咁又唔同吓，算你有啲诚意。不过讲明先啊，唔准你踎我大排档噶，我唔会去。煎风苍蝇，哎，仲有个三杯鹅，好快得噶啦吓。系啊，好啊，好啊，好啊。你使唔使点咁多啊？食七咁食真系。系佢啲蔬菜嚟咁统筹真系。系咧，想揞住我哋把口啊，咁嘅招呼啊，益咗你啦，话俾你听啊。啊系咧，讲起阿牛哥部车，好似冇嘅冇唔掂嘅咧吓。你个飞轮滑咗街，你估咁容易整噶？诶，整单车咁叻，你嚟帮我搞掂埋佢啦。咁你唔好话喎，我大佬整开单车，我做细佬多多少少有啲功力噶噃。吓，咁啊？我搞掂佢。左哥啊，不如咁啊，我嗰部车咧，整天都掉链子的，你顺便帮手帮我整埋啦，好嘛？冇问题，你嗰啲好湿碎嘅咋？系。哎呀，你看看你干什么呢？这是？怎么把办公室搞得乌烟瘴气的？
啊，这不闯那个单车用你过了吗？喂，牛哥啊，你部单车都有份喺度整噶，嗱，整翻好噶，你试下。牛哥啊，牛哥，即系我哋咧已经啊将啲单车咧就分开晒，系嘛？单车修理区同工区噶啦，修车工作两不误。那不行，咱这毕竟是公司嘛，成了修车部了。真是，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的单车如果有毛病的话，拿到外头去修。这个什么玩意儿？哦，对了。哎，今天那个方总过来没有？刚刚想公开走了，我没见人。哎呀，我说阿祖，你就别修了好不好？赶快给方总打个电话吧。哎哎，方总啊，啊你好啊你好啊，我阿康仔啊，系啦，哎系咧，你又话嚟我哋公司嘅，一唔见你嘅，咩你嚟过？系。喂喂喂啊，你。你可能搞錯了，我哋公司真係做咗好多年嘅影視㗎，邊係咩單車修理鋪呢？係咪先？喂喂喂，方總說什麼呢？佢話我今日嚟過，咁啊見到我哋咧就係即係呢度咧就單車修理鋪，邊係仲話呃佢咧就係話咩影視公司喎？佢仲話咧佢以後都唔會信我哋㗎啦，兼且佢話埋俾佢哋啲同行聽，唔好上我哋嘅當喎。他說我們公司是騙子公司啊，說是我們單車修理鋪。他凭什么说我们骗子公司啊？凭什么说我们是单车修理铺啊？真是岂有此理的，真是。不话是话，这台老要给起个不？车全给我撤了！你看看，你看看啊，全都是单车惹的祸。